我们看这一题，这一题他说天键西塔是等于 k 呀、啊，要求这个，好、啊，这怎么做？这我把这个化成那个二西塔的函数，这怎么画啊？这可以写成 cosine 西塔平方的三次方减 sin 西塔平方的这个，这个三次方了。那这样会等于多少呢？会等于 cosine 西塔的平方减 sin 西塔的平方了。啊，乘以多少呢？ cosine 西塔平方的平方 ，cosine 西塔四次方，减掉呢这个 ab cosine 西塔 sin 西塔 ，cosine 西塔平方 ，sin 西塔平方，啊，再加 sin 西塔的四次方的，这样子，好啊，这个的话，这个是等于 cosine 二西塔，哦，所以啊，这个啊 ，cosine 二西塔，这是 cosine 二西塔，然后呢 ，cosine 西塔 ，cosine 西塔四次方，啊加 sin 西塔哈，四次方，这个等于多少？这个、可以写成 cosine 西塔平方加 sin 西塔。平方的平方，平方也有两，cosine 四次方跟 sin 四次方嘛，中间有个交叉项，你要把它扣掉才会等于它，扣掉两倍的 sin 西塔平方 ，cosine 西塔平方了。好，那所以呢，啊，这个就等于一减掉两倍的 sin 西塔平方 ，cosine 西塔平方了。好，啊，加那个。负的 cosine 平方 sin 西塔平方就变成三倍，也就是这个哈，这个再减掉的，减掉 cosine 西塔平方 sin 西塔平方嘛，啊，减掉 sin 西塔平方 cosine 西塔平方嘛，那减掉这，所以这个就变成三倍，哦，三倍了，所以乘以多少呢？一减掉三倍。那 sin 西塔 cosine 西塔哈是等二分之一 sin 二西塔，所以这个是三乘以哈二分之一 sin 二西塔整个平方了。好，那这样的话会等于多少？那我们再带那个万能公式，万能公式是说 cosine 二西塔哈是等于多少呢？等于是一加这个。tangent 哈，西塔的平方啊，那这是一减 tangent 哈，西塔平方，啊这个 sin 西塔哈 ，sin 二西塔哈，是等于一加 tangent 哈，西塔平方，二 tangent 西塔，啊所以这个的啊，这个是一加 k 平方，分之一减 k 平方。那、啊、这是一加 k 平方分之二 k， 哦，然后把它带进来，带进来的话，这个吧，这个是一加 k 平方分之一减 k 平方，那、啊、乘以多少呢？一减掉四分之三嘛，那、啊、乘以多少 ？sin 二西塔的平方 ，sin 二西塔是这个。一加 k 平方分之二 k 整个的平方了，这样子。那这样子以后哈，那我四可以约掉，所以哈，这个就等于多少？这个就是等于一加 k 平方一减 k 平方，啊乘以多少？这四可以约掉。四约掉以后啊，这个是一加 k 平方的平方，那这是一加 k 平方的平方，啊，减掉多少？ 3 k 平方，这样子。好，那这样就等于多少呢？整理一下，是一加 k 平方的三次方，一减 k 平方。
啊，这个我要把它展开的话，这两倍的 k 平方减掉一倍的 k 平方，所以剩下一倍，这一减掉 k 平方，再加多少 k 平方的平方就是 k 四次方，所以这个就是答案。我就一加 k 平方整个的三次方，分之一减 k 平方乘以一减 k 平方加 k 四次方。